李伟道建国甲中央有效报告员是伫代代分离婚姻宣布这项好消息。因为李道建国的协助甲卫生部的支持下，代代分离婚姻一定伫106年有机会升格做准医学中心。今日最主要是甲咱这个卫生福利部啊，医事署的王署长吼，啊，佮有三位科长吼，啊，经过这个团队啊，就来咱分离关啊，甲代代分离病院啦吼，顶啊，四间病院共同来检讨。啊，最后咱达成吼，一个予咱真期待啊，真有愿望的这个结果，会好的结果吼。第一就是这个啊，咱台台分灵病院要争取106年准医学中心的这个计划吼，得到咱王署长啊的答应，全力配合，全力支援吼。所以咱期待啊，免阁隔两冬的时间，咱分灵啊分家地区啦，应该是讲分家地区有一个准医学中心的病院。另外，分院也有四间大型病院，在劳健局的争取下，也将被纳入资源不足的医疗院所，由卫生部提供经费，提升医疗服务品质，照顾分院偏远地区的民众。今仔日有一个更较好的结果，就是讲有四间病院，包括未了丁家分院吼，啊，虎尾洛社医院，啊，佮分院几多个病院，啊，当然佮有咱台台即个病院的虎尾分院吼，分区啦吼，拢纳入来即个医疗资源不足区，啊，那安尼就讲对因即个病院相关的资源吼，有佮较侪即个挹注了，对，较侪即个补助。中央卫生部官员也强调，这次卫生部全面协助来提升分院各大病院的计划，将促进各大病院升级，提供更加好的医疗服务。云林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医院，包含我们的若瑟医院、中国北港，还有云林张基云林分院张基云林医院，还有长庚的云林那个，我们都希望说他们能一起提升上来。所以，我们医学中心支援计划不只是台大云林分院，包含若瑟医院，还有中国北港，都是我们透过其他的医学中心来一起人力资源挹注希望能够在整体的那个医疗能力能够上升。未来还会再增加一家医院，就是在海线那个地方，云林长庚呢，希望也能够有医学中心支援计划，让他们的急诊能力能够从一般级变成中度级。在分院千金十一年的代代分院分院，一直积极提升医疗服务技术，这次有机会升格做准医学中心，朝向医学中心的目标，再进一大步。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